市长陈其迈出席吴锦发、雅歌、福尔摩沙与吴明娟、夏卡尔的星空妇女的新书分享会。他表示，阅读文学是一种对于自我的对话与醒思，尤其像吴锦发与吴明娟妇女这样的台湾文学家，作品中更是充满了对城市的情感与人性的关怀。锦发对台湾，然后对高雄，然后当然是咱高雄上重要的文化资产，嘛是咱台湾的上重要的民族资产，所以伊是咱高雄的诗人，那些咱的民主诗人，对咱台湾这个爱，尤其在这个苦难作这挑战诶，这个读书内底，这是我非常敬佩的代志，我唔知民间的小说写真好，这好看吼，好像超过一百万部片啦，大家拢对伊有真大的期待，我看到伊。写作者，甲这个咱伫都市内底啦，尤其少子化啦、变电作者，咱即个即款社会问题陈其迈分享，文化及文学在民族意识的形塑中至关重要，尤其像吴锦发及吴明娟这样热爱乡土的台湾文学创作者，更是影响深远。锦发吼，阿个配明娟吼，这其实伫全世界来讲啦，莫莫讲这个。这个全世界，吼，对台湾来讲，其实真少，吼，这个啊，妇女党实在是真少了，吼。啊，我感觉读诗，吼，是一种自我的反省，吼，包括郑女士的诗嘛，感觉这是人家自己的一种对话啦，吼。对我来讲，吼，来当我较沉淀落来，吼，思考较远的代志，吼，所以大家特别大家。陈其迈表示，这几年来有许多杰出的台湾文学家也在国际大放光彩，他也对于台湾拥有这样的本土文学家而感到自信与骄傲。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。